种独特的方式，然后也比较算是自己那个对新娘子对自己老婆的一种爱吧，一种独特的爱吧。让他未来可以推动能力或者是和当地能力结合更好的发展。我觉得在家乡发展它不仅仅是一种赚钱的方式，我觉得更多的也是一种无私的一种奉献精神，还有的话就是那种价值它是不一样的，跟在外面工作你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它是非常不一样的。